country's political, cultural, and education center and home to the headquarters for most of China's largest state-owned companies. It is a major transportation hub with dozens of railways, roads, and motorways passing through the city, and a destination of many international flights to China.上课了啊！起立！看你们一个个的，有点站相好吗？重来。坐下。起立。 坐下。 300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室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。你是谁？我叫李小璐。来插班的，很了不起，自己带课桌来。 请进。啊，坐到小兵身边去。 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继续上语文课，请打开课本第136页。大家请看第136页的第二行，上次我们讲到了顺带，大家搞清楚顺带是什么意思？顺带就是挂在腰上的小袋子，啊，下面。 我那辆威风，对，威风，台风要来了，你们小心啊！你怎么？
你昨天告诉我的那个秘密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台风。我没骗你啊，台风绕了一圈又走了。你放的马呢？在哪儿？走，我现在带你去看看。 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你真好，中午带你吃小灶去。这是于老师。 方老师的，哎，这是张校长，我们把他饭吃了吧？我可不敢。你连放马都敢吃饭，怎么了？<笑> 你喜欢看书吗？我喜欢看三毛，你呢？我也是。<笑>文学社那些人还在看琼瑶呢。好，快点儿。 怎么了？我好难过。妈，你能不偷听我们说话吗？小鹿。 吃苹果。
谢谢徐老师。在家里就叫我阿姨吧。谢阿姨。把门关上。谢谢妈。真讨厌。这次是你的作文比赛，王小兵同学得了一等奖。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学习一等奖的文章。小兵同学，你给大家读一遍。我有一个秘密，如果你沿着河堤一直向前走，你就能走到世界的尽头。如果你走得足够久，你就能回到原点。话说那是今年的四月份，我跟李小璐去河堤边寻找创作的灵感。春天的河堤到处都是花朵。自然。这就是自然的味道。你们应该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魅力。他要作诗了，我们跑吧。我作首诗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，春天。你的主题是绿，你的味道是青，好酸啊。我这个是甜的。你骗人，你给我尝一口。不给。有人来了，快跑。小兵，小兵，王小兵，王小兵，王小兵，小兵，王小兵，真好看。醒了？嗯。
别摸，那是个男的。好些了吗？他好不好关你什么事？刚才是他救了你。我叫王小兵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李小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徐杰。你就是徐杰。哎，啊，那个，我先走了。他们在等着我呢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一想，河堤给我们提供了多少乐趣？我可以每天都去而不会厌倦，因为有了这条河堤，宝城也更加可爱。是的，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，希望跟它永不分离。为了奖励你这次作文得奖，老师私人送了一支钢笔。林老师，谢谢。不用谢。有个事儿提醒你一下，明天开始把头发扎起来。不要披着，披着太好看了，影响我们班的男生学习。再接再厉啊，再接再厉。小兵，爸，
小兵，爸爸要搬家了。去哪儿啊？去省城。在我们过去的感受中，在第一时间发生的事，你不是都以为那是自己痛苦的极限，再苦不能了。然后又来了第二次，你又以为这也是人生的尽头，这一次你伤得更重。是的，你一次又一次的创伤，其实都仰赖了时间来治疗。虽然你用的时间的确是一次比一次长，可是你好了，活过来了。医好之后，你成了一个新的人。来时的路没有法子回头，可是将来的路，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出去。这一切都是功课，也都是公平的。可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。李小璐同学，报告老师，他们欺负同学，是真的，他头发上绑着锁。
唐慧同学，是真的吗？好，你坐下。骗子，够了！这是我的课堂。好了，言归正传。你跟我说说，这氨气是怎么形成的？不知道。你给我站着。首先，我们把酒精灯打开，点燃酒精灯，将李小璐同学倒挂在铁架台上，拔掉皮塞，氨气。谁扔的？老师们，同学们，今天是宝城中学自建校以来最重要的日子。初三二班的李小璐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，他侮辱老师，他的这种行为极其的恶劣。经教育局研究决定，将李小璐同学转至英才中学。王亚斌同学，你要干什么？回到你的队伍当中去。小璐，嗯，你说这世界上有多少种活法？你说有多少种？秘密，不告诉我，那就算了。闭嘴！预备，走，走。你要干嘛？侠女，说我吗？对，我喜欢你，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。你是侠女，你属于江湖，早晚要浪迹天涯的。江湖险恶，你需要一个侠客来保护你。滚蛋，回去读读三毛。你要是读懂了三毛，再来找我。
好，那我先撤，回去看看三毛。是武侠吗？你觉得那个徐杰怎么样？没兴趣。别动。你知道自己很美吗？脸这么大，不好看。李小璐，我怕你去了英才，咱俩就完蛋了。不会的，咱俩这么好。下面请从宝城中学毕业的王小兵上来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小兵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我今年16岁，喜欢文学和音乐，希望能在这里交到好朋友。卫校是让你来学习专业技能的地方，不是让你来交朋友的。你们这里的专业技能很难学吗，老师？看每个人自己的悟性。
如果您的悟性很好，为什么还在这儿当老师，而不是去医院工作呢？王小兵，这不是普高，你将来想找份好工作，也得看我给你打多少分。你以后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咱们把第一段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唱。王小兵。李小璐的姐姐，我找她有急事。李小璐，你去吧。你是不是早恋了？没有啊。胡说，那本三毛是不是你给他的？是又怎么了？你耽误人家学习，也是耽误你自己。你不也喜欢看吗？住手！要不然我把它撕了。
小鹿，咱们三个去果园玩吧。不去，我要回家看书。去呗，还早呢。那你们去吧，我先回家了。你还练舞吗？啊，练啊，我还教小鹿翻跟头呢。这本书送给你，祝你进步。你真好，小鹿都不让我看这些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这么晚了干嘛去？找朋友。下来，下来。走啊！报告教官，鞋掉在墙边了。你刚才怎么不说？报告教官，被你吓的。走呀！你干嘛？教官，你破坏了我今天的行动。我？对，我要去找我最好的朋友，告诉他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秘密，不告诉你。看齐！向前看！同学们，你们虽然不是军人，但同样要遵守纪律。昨天晚上我发现有同学想溜出去，我当教官这么久，还没出现过这种事儿。一会儿解散后。王小兵到，留下来下令，不许吃饭。其他同学，解散。
王小兵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吗？报告教官，不知道。好，正步走，一步一动，一。挺胸抬头，注意手枪，护摆到位，两肩护杖，下颚微收。小兵，你知道我比你大很多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？我知道。你们领导找你谈话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就是什么都知道。问你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这是对你的最高礼遇。不许乱扔，这是我和李小璐的地盘，我还没告诉他们。
王小兵，认识你很高兴。我会给你写信的。面包都发霉了，扔了吧。这什么药？治感冒的。刚才我进学校的时候，看到好几个男女同学都互相拉着手，是不是？我没早恋。这个房间里的光线不太好，以后别躺着看书，对你眼睛不好。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没光？别告诉你妈妈我来过这儿，不然她会骂你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从小教我要诚实的吗？是让你不说，没有让你撒谎。这世上只有一种活法，就是诚实的活着。我走了，再见啊。李丹阳同志，今天见面，你们领导知道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。他这么通情达理，回头我送本书给他。送什么书啊？三毛的书，你读过吗？一定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认为我这种人一定不懂外面的世界？也不懂你们看到的东西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小兵，送给你。
我先回连部了。林老师，赵大夫，我是分配来妇产科实习的。正好有个病人，你给他消下毒。你真年轻，多大？18。让你来替我消毒，真不好意思。怎么搞成这样才来？谁知道会搞成这样？好了，真白，就是手指有点黄，吸烟吧。
别学那放荡的女孩。赵大夫。瘦成什么样啊？能把人变成鬼。你就这么舍得离开我？
是小兵吧？快进来，进来坐。这是他离开祖国以后写的，但是一点都听不出离愁别绪，反而是高昂的、澎湃的。他出差了，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。我需要钱。钱？真没有。不信你看。没有吧？小兵常来玩儿。你胆子可真大呀！啊，要不是你妈和我发现的早，这事你就办成了。你还想当兵？你们是想把我逼疯吗？小斌，
你怎么跟你爸说话？我爸？你看看你们，你看看你们，虚伪。虚伪！你妈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拿这个来报答她呀？啊？你就拿这个报答她？王银华，你也好意思说孩子呢？我问你，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兵从小到大上学的事，哪件不是他操办的？杨玄辉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家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对，你抢别人丈夫的账，我们还没跟你算呢。当年要不是小兵妈拦着，今天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家也是自由恋爱嘛。这时代，爱情自由嘛。像你这种人。还被说恋爱啊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本来是小兵的老师，谈什么师道尊严啊？王云华，你别太过分。我倒觉得林老师说的好，爱情是自由的，必须跟着感觉走。我们是光明正大，马克思都说了，在共产主义社会，婚姻是自由的。就是，我今天敢带宣辉到这儿来，我敢保证，我们是正大光明。正大光明，小兵，血浓于水，你爸爸妈妈。他们为你付出的很多了，孩子，要珍惜。还给你们。哎，小兵，小兵，小兵。有人吗？您好，找谁？人口普查。我们家两口人。哦，闲一下。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？50多亿吧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再见。来来来，
介绍一下啊，李小璐，北京来的，著名的翻译家。鼓掌啊！鼓掌！鼓掌！小璐，来，给大家介绍介绍啊，介绍介绍。小两句。我跟你说，徐杰在外面等你呢，他说他就不进来了。还有吗？给我一根。武馆还开着呢吗？开着呢。结婚了吗？这不一直等你呢吗？你还真想生个文武双全的？小璐，我就知道在这儿会遇到你。走，小斌还给你留了东西。
自从小斌走了以后，经常会想到你。跟我来。小璐，我知道你跟小斌一样，能看上的男人没几个。别不结婚，女人一定要结婚生孩子，要不然到老了怎么办？我给你看几样东西。红色多好看啊，现在可买不到了。这是我20年前买的，还有这个，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它铺在床边，纯棉的，不起静电。你摸摸。小孩的衣服我准备了两套，男孩一套，女孩一套。阿姨，你不是说小斌有东西要给我吗？小斌走的时候，让我把这个亲自交给你。不舍得，我总觉得他有那么多秘密不告诉我。起风了。
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，为我抚平创伤。